大王牛舍，哇，要不然今天我又来到了我们牛舍来吃的单元。今天我们要开这个啦，氨基酸洗面奶，它主打在脸上搓搓搓，就会把那个污渍给吸出来。哦，这么厉害、啊！黑黑的一球在它那个刷头上面，可以把我痘痘给洗出来吗？它是没有写痘痘，它是脏污啦。嗯，你的话应该洗不够，可能要买两条。啊，没有啦啊。那我们要开这个之前，我先把脸打湿啊，因为我想说是直接现场坐在这边用给大家看啊，我脸不会擦太干，它油又有点湿湿的这样子。那我等等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的脸已经打湿啦啊！为什么要打湿？我想说我把它当真正的洗面乳这样子啊，这样比较好起泡泡。那我们先打开一下里面的内容物喽。哦，大概跟洗面乳差不多一条这样子。它多了一个刷头了，那我们先打开看看。看一下刷头，它的刷头好像蛮特别的。好来，哦，那这要把它先转开。它没用之前，我先闻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这好像太短了。我剪下指腹。蛮香的。我先闻给大家看哦，闻起来有点药味加点花香，你闻看。但是没有到非常重啊，我觉得算好好闻的，嗯，不会刺激啊，不会刺激，因为药味偏向那个花香啊。它这个头要转开，转开之后它有个卡榫，有没有？咔嚓，咔嚓，关起来再转另外一边，让咔嚓，来来，再试试看，把我脸先脱下来，我挤挤看哦。来，好，我先挤起来，好，跑出来了，有了，这时候我脸有点湿湿的，不知道够不够湿哦，有东西跑出来吧？没有，你再挤多一点，它有点少。你觉得那个会痛吗？不会，是温和的。它是水偏比较没那么硬的那种刷头，还可以啊。哎，好像有东西耶，脏脏的。真的吗？边缘啊，这里啊。为什么？有点脏脏东西耶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。那刷起来，老实讲是蛮舒服的，像按摩，不会不舒服，不会痛。有点啊，有点红红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。你转换。还是你刷太大力？怎么样？真的。为什么？而且是很明显的那种，我想说奇怪，什么刷过去变红？连你的鼻头都稍微有点红红的，是你刷太大力吗？就发炎这样。可是好像没有起到很多泡泡哎、欸。我刚刚水是打得蛮湿的啦。好啦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现在洗好了，有点黄黄的，这个膏有点黄黄的。可是不是黑的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是黑的。好，那我去洗个脸，顺便把这个洗干净，换阿勇来试试看。我的肤质比较不一样啊，看我的可能比较准一点、啊，有可能你太干净了，我的比较脏一点了、啊。那边还有个大痘痘，来测试一下、嗯，看看会不会痛。哦、嗯，好，来测试看。不要太用力耶，用起来是觉得有点凉凉的啦，它那个刷头感觉还蛮舒服的。可我觉得这样洗好像挺没效率的耶，有点觉得不是很好操作，它挤出来有点不好挤啦。那手搓是比较快，它感觉好像这个打开用在脸上这样刷，感觉效率还比较好。对呀，刷看看这个鼻头啦，好不好？会不会爆掉啊？爆都爆了，拼了！真的吗？你轻轻刷啦，轻轻刷。还有刚好的鼻子上面有个大痘痘。轻轻用啊，轻轻用。哦，好可怕、哦！这条要送你了。哎呀，低了吧，低了。哎呀，没有，没有纸。好了，我用起来其实颜色上有变吗？是没有的，也没有脏东西在上面。嗯，好了，我觉得。要不然我们请阿勇去冲个脸，我们来做个结尾。那等等见，请阿勇洗个脸吧。好，我们脸都冲好了，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感想。我是觉得，你看我那边搓，一直黄黄的够，对不对？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啦，因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有稍微弄个 BB 霜啊，因为我要遮我的这个海痣啊，因为我要去雷射。我要拍片之前，我说脸要打湿，我大概冲了两趟水而已，没有洗得很干净。换句话说，他说去除脏污，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啊。但是我觉得他厉害的，并不是他这个洗面乳，是这个刷头，这个刷头把脏污推出来的，并非它里面的东西。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啊，洗出来感觉洗完之后脸很干啊，我现在觉得脸超干的，然后龟裂感，是不好洗啊，我看你洗好久、欸啊。没错，我老婆讲说不好洗，因为我洗差不多五分钟吧，因为它这个洗起来哦，有点像之前我们用过那个灰熊厉害面膜，它偏向很滑，太滑了，它洗差不多五六趟才能洗掉。我的感想是，
还行啦、啊，但是没有像他讲的那么神奇，怎么去污？可是他也不算用到深层的地方，他只是对表面上表面用手指头抽那个干净。对、啊，而且如果说是表面，应该随便一款保养品、卸妆都可以把它清除掉了。对，先撇开我这个 BB 霜，这个我觉得算是勉强刷头，算是有去污能力。嗯、好，那阿用你用起来感想呢？洗到来刚刚痘在爆开，一直流血，因为他那个刷头了，蛮刺激的。嗯啊，用的那个豆子都被它刷开了。它那个刷头不适合有痘痘的脸、啊。那我自己刷上去，它的洗面乳本身是没有刺激到我的痘痘，是不会痛啊。但是刷头上会让我痘痘觉得不是很舒服啦、啊。然后在洗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美乃滋，有点油啦，不好清洗。对，确实有点油。洗到衣服都有点湿湿的啦。我觉得整体上不如一般的洗面乳的效果啦。然后洗完确实真的是偏干啦，我皮肤感觉等一下要脱皮了。那事实证明，我个人认为我刚刚洗出黄黄的那个是 BB 霜没有错啦。啊，就是这个刷头的厉害了，把它推出来而已啊。啊，结尾我个人认为是它当正常的洗面乳是勉强 OK 啊，但是好不好用，我个人认为哦，你随便找一家都比它好。看那个影片是说，不知道它是长期使用下来还是怎么样，说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，它的皮肤好的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。如果是说那个影片的话有点夸大，说什么洗完之后一拿下来整坨都黑的，我承认啦、啊，我用 BB 霜它是有洗出一点垢出来的，像阿勇讲的，用卸妆棉卸应该能卸出来。嗯，啊，结论。普通洗面乳、哦、啊，可买可不买。好、啊，那我们今天牛舌来实测，哦，告一段落。啊，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想要实测的东西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差不多结束了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品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，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 啊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，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，太凶了啦。